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这一期还是给大家做一期方舟的圣诞节目，所以一开始啊，我和小富还有陈峰三个人都分别准备一个房子。你这是要拍绿色地狱呀？我这是冰房子，好吧？什么绿色地狱啊？把我的冰房子装饰一下。我们现在的配音。把它拆了，哎，现在我们三个的房子基本上就布置的差不多了。我的是一个小冰屋，小富的房子是一个现代化的海景别墅，而陈峰的房子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圣诞小屋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陈峰的房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吧。陈峰把房门设计成了一个正常人都不能正常通过的高度，我和陈峰都不能正常通过，小富可以正常通过，所以小富他不正常。我操你！哦，这里还有一个留声机，陈峰说他是自己录的。所有都被一笔带过，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我去，唱的什么东西啊？这玩意怎么关不掉啊？站在暴雨中街角林歌。哇，吓死我了！陈峰这小子，认识他这么久才知道他这么有音乐天赋。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你就是这个模组了，我们要找那个烧烤用的东西。哎，别锤我呀！谁在锤我？我来悄悄的隐个身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发现我。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无处不在。哇操！这是个啥呀？这么大！沙盘啊，这是。地图，这是直接是地图。圣诞方舟，这哪个地图？这哪个地方的？这好像是那个红蓝绿。这里面是吧？这不是孤岛的，这是那个火山岛，这个好像是叫。火山岛。对对对，火山岛的。我跳你的方向。太牛皮了。一直揍我，我操！霸主的隐身揍我。哎，被发现了，我就只能出来了。哭起来。来，小富，我们两个一起泡个澡。我发地毯。我看这水不能喝呀，这水，我操！别喝，刚才没忍住尿尿了。这水不能喝呀，这水。你没气啊？可以的，我操！哎呦，你烤我干嘛？烤你比较香，人太多了，你烤这香。我操，这张桌子霸气！你们要戴着头盔吗？是不是戴头盔一点都不帅呀？哦，小伙子，你谁家的呀？这么帅？还可以吧？啊，可以，相当帅。你也很帅哟，亲爱的。打我干嘛？我去。哦，我亲爱的陈峰啊，你好绿呀、啊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圣诞节，我的冰房子外还在下着雪。突然我听到了一声，这个人自称他是圣诞老人，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。但是我并没有当场揭穿他，看看他还能编出个什么故事来。他跟我说他的驯鹿丢了，希望我帮他找一下，如果找到了就把地上的这些礼物全部送给我。他说的话非常真诚，像极了那些三天两头就能收到的诈骗电话。好啊，那我就帮你找路。哈哈，小富，你还想骗我？你以为我听不出你的声音啊？还想冒充圣诞老人忽悠我？嗯，咋还有个车子呢？为了忽悠我，他们也是下了血本呢。哎，这个小车子还做得挺精细的，去问一下他们在哪儿定做的。当我到了小富家之后，发现小浪和小富两个人睡得可香了。还睡？起床了！
把小浪和小夫还有陈峰都叫起床之后，我们经过讨论发现，那个圣诞老人好像是真的，于是我们就帮他把驯鹿给找回来喽。在圣诞老人驾鹿离开的时候，我又听到了Merry Christmas！ 别看，别看，别看！哦，这么快啊，啪的一下就过去了。最后，我们就跳个舞，给大家结个尾，祝大家圣诞。来，咱们这回摁四哦，摁四啊，对，摁四，一起摁四啊，三二一，摁。错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这样来，重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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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